好，再来一把 Spiderman。Spiderman 蜘蛛的话，开服那段时间挺强的，然后改了，就我记得最开始那个是往地上布那个蜘蛛线的那种，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弱，然后加强了一波，那个蛛是真的猛啊。现在的话又不行了，削弱了，那个蛛丝量太少了。杰拉斯吧，搁哪儿呢？对吧，在这里的拉斯布个阵地战啊啊！你是不知道我法拉猪有多快是吧，直接一刀就震了，那真是笑嘻了，对吧。我这边这个蛛丝还能持续利用一下，把这挂在这，这里没椅子吗？坏了，这没椅子，对吧。你看我蜘蛛提速了，你就应该赶紧吃刀走，对吧。你想跟我玩，跟我博弈，那对不起，爆杀直接。想一下，这边我好像看到个小马儿了，哎呦，这死土急了，直接打一刀，坏了。你肯定要直接救吧，直接救我闪现要好，刚好。哎，这没土到的，这个蛛丝不能放，这个蛛丝先攒一攒。一刀，差不多，对吧？这还打断了修机节奏，很不错啊。土个丝，对吧？给他这个状态消耗一下，把这个东西踩，晦气。然后再就是挂人。对嘛，这一波他们节奏就已经烂掉了，说实话已经爆炸了，他们玩不了。虽然说那波小马孩那一波，我在这里在我的修机节奏，这把他们已经爆了，我只需要静候佳音，等着就完了。看看什么情况呢？你小子又来了是吧？坏了，司徒歪了，开始博弈了家人，那就开始博弈嘛。一宰小的法拉猪启动，哎，这蛛丝居然没碰到，好烦！一下，哎，坏了，有点，哎呦，这有点拉胯呀，坏了呀！我这蛛丝也没存住，那个什么也没了，我靠，我打下来的优势不会要被我自己搞没了吧？这要爆了呀，这样，蛛丝也没有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我这不能提速追上去吗？追一层，两层。一刀，好，做掉了，可以。啊，对，我记得蛛丝是可以卡双喷的，我记得，但是我双喷没有注意，卡不到了估计。现在的话就是处理这个心理学家，这心理学家离得近，先把这个处理再说。看看情况吧，感觉突然又被扳回一波局面了，对吧？这个脚印往这边来的，对吧？布克斯，吐一口吧。哎呦，卡了一下，我操，我卡魔了，有点难受啊。就这里把它围在这里围着吧，就这样吧。布克斯，对吧？再等一下蛛丝，这个蛛丝真的不经用啊，真的不经用啊，很难搞啊，这个蛛丝量。好，第二层是，对吧？稍微跟他博弈一下，小小的博弈一下。哎呀，你有点稳呐、啊，你有点稳呐、啊，再等一层是。好，第三层是。对吧，三层四，我就不信你不一刀，哎呀，非要等三层四才能打到，很难受啊。一刀啊，差不多，他没放板，可以，他刚放板也能抽刀，差不多的，他应该等我空刀放个板子的，结果他没有，那就爆杀，感觉节奏送回去了，感觉节奏，对吧，这几波有点抽象啊，妈妈生的了，突然就变怪起来了。那边在修，然后看情况，怪怪的，看情况吧，能不能拦到一手？好，在这拦到，但是也没拦到啊，这拦住了也没什么用。吐个丝，然后就是博弈了嘛。你等我第二口丝，你就要救不下来了，家人，你还要等吗？你确定你还要等吗？这是在做什么？妈妈生的，你有点抽象啊，小子，直接减刑，坏了，减刑要60点，直接减了吧，这减，哎呦，有点卡，手机开始升温了，慢慢打。那个小女孩这个机亮了，那我直接往这边一站嘛，她这边蓝的灯，她是绝对骗不过我的眼睛的，我又不是邦邦，她过来我都可以看的。啊，这是，还是那样，两口丝直接吐了就完了嘛，还是那样。他看起来要比那个什么聪明一点，
好吧，也不是很痛，一刀震慑。对了嘛，一家人，你看这个孤勇者笑嘻了，抬走。再来吧，章鱼哥用我的大触手狠狠的鞭打他们，好吧。章鱼哥真的很好玩，他这个出蓄力刀，超级无敌长的蓄力刀，跟你说这个蓄力刀。然后现在就是无聊的找人时间，看一眼看，还有没有人呢？人都在那儿，怎么没有人名呢？哦，在这里是谁呀、啊？看一眼。啊，画家先生啊，小画家还好。画家这个画吸的真的很快，蓄力刀就是长，你看这个刀，对吧？这个刀刃又长又宽，就是长。真的，我带那个蓄力加速之后，妈妈再也不怕我打不到人了。让他捏个触手，人在哪？好高啊，真的好高啊！他画应该画好的，对吧？他画应该画好。跳下去，画应该画好。放住手，对吧？放画，放住手，放画了。好，放画。对，哎呦，哎，我蹭到了一下，坏了，我那波应该是能绕过去的，蹭到了一下，很麻烦。我不想交闪现，我想用触手把他打死。一刀，好，这个人绕触手绕的不太行啊。你说我能打下那个奈布吗？哎呦，他把那个触手拔了，我本来想稍微骗一下，然后把那个对吧，把那个奈布抽一下的，结果他把那个触手拔了，很谨慎呐、啊，非常的谨慎。然后再放根触手，对吧？我这不还节省了个闪现。让我看看，坏了，他反应有点快呀。看情况吧，两个人都来了，就章鱼哥的人这么谨慎啊？让我看看手撕，对吧？其实这个撕我应该打一刀直接让他救我的，不该守的，其实没什么好守。哎，被骗了，完了，那我就。这也没出手就跟他搏一下嘛，搏嘛，小搏一手，对吧？你我是不准备直接打的，我也不会让你扛刀，对吧？一刀把这个坏蛋打下就行了，然后再去逼那个什么护腕，好，护腕逼出来可以，一个意思一样的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他为什么不画画呀？你不是第一个画画用了之后你没画画吗？这个位置，哎，这没打到，坏，出大问题。反踩被拖住了，挂起来，应该是能挂的，应该是能挂的，对，直接走吧。他这个扔歪了，那我直接往前走。他初始他这个玩的不是很行啊，他这个虽然我手撕手的也不是很行，那真是妈妈生的。把这个人一挂，然后接着手撕。哎，我操，这怎么有个电车哥哥，我操，完了呀，电车哥哥给我撞晕了呀，完蛋了呀，完了呀。放个触手，你啊，你这个有点笨了吧，你这有点太笨了吧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操，你这挡刀挡的也不行啊，你这挡刀。
你会不会玩啊？一刀，会不会玩？怎么压击压力这么拉胯？啊，坐掉就行，一样的。你的棺材没用，家人，你的棺材就没用，死。这把就稳稳拿下了嘛，闪现把一个人坐掉就行了，找一下人。他应该在开门，这门应该开不了。你在这儿啊，在这儿啊，一刀坐掉，赢。